怎么不行？我大没好，得等我有大，你们才能五个一起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先秒女警。开打！哇，怎么这么恶心？这个客户端现在为什么异地了，每把都要调呢？我也没开 WeGame 啊，它这个设置没法一次就保存到下一把，它每把都要调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以前不是这样，你调一次就好了。个炼金带个点蓝，可以抓个上吧。是，估计是这个号，主要是这个号我上把已经调过设置，他这把又给我把设置给变了。就很奇怪，他这个以前从来不需要的，每个号调一遍就好了。能给本将军赤兔前来吗？而且它主要有些设置它会保存，有部分的它不会保存，这是最骚的，它会打乱你的设置。你看比如我按键，它就跟我上把是一样的，我的界面就不一样了。李龙要抓上了，可以反蹲一波，直接闪现交了，不交闪了吗？这奎因你去右边包他，我去左边一边啊，飞飞这个就一 Q 就很离谱，谁动了我的鼠标啊？我跟他明明是往左边 EQ 的，他怎么往右边去了呢？回城，哎，我这波有惩戒的其实，看一直过来可以打，我觉得真的。技能都给了我，这个一球巨龙撞击差三个来打女警，征服者打被动，一球再差两个，别跑，可以直接推过去，这把四分钟战士刀啊，懂的都懂。这攻速有点慢，主要他们这把控制有点多，我带的韧性的有点不太习惯。这把不当人了，直接出蓝刀啊！他还要过来了，减速一下，粘住，在黄金圣盾再减速，等他切牌。丢，这 EQ 我带的韧性了，你看他基本没控制我，这就是带韧性的好处。到六了，可以再搞一波，我还差两层韧性，搞不下路吧？这个线很适合抓一下，打个被动，冻住他，这 EQ 来 ，A 刀，再给个 Q， 减速，别走那么快，一个二框住他，打被动他就死了。努努在上，他是红开的，这攻势搞得我太难受了，怎么少带一个欢心会慢成这个样子啊？算了，不反他，这波没大招。这努努 Q 能回血，回嘎，51韧性了，我不知道这卡牌怎么玩。他的黄牌的话，定我一下就没了。这努努可能在打先锋，一般玩努努的都比较喜欢控，他打先锋他就死了，一下逃过一劫了，来抢了来。都控不住我，这是黄牌吗？
这是黄牌吗？卡牌 W 一级，我记得一级的话是晕一秒。哟，他怎么过来？我都没有注意，他就飞过来了。没事，蹲下这个先锋，这个先锋15秒就没了。公司我有点受不了，我得补一把东西啊，来个这个就舒服了。好，这公司对劲了，你们猜我待会要做什么？老观众都应该猜到了啊。有这会可以 1v2， 高韧性高魔抗。来，他要埋伏我，好的，两个一起死了。我的 EQ 都没有交，这卡牌肯定要过来丢第二次牌，他只要丢了他就死了。EQ 插起，蓝色。还有 Q 加成，不一定搞得过他。不打不打不打，走走走，他摇摇人了。控不住我，想了一下，还是来把影魔刀吧 ，A 就完事了。虽然没怎么血，来上上上上上，我来了我来了。你还不开大、啊，飞一下我，对，飞我，飞我就对了。这个努努没出现，走了，不要去刷野。对面这个中野支援的速度很快的，人一消失直接开溜。对面这个阵容多 AP 少 AD， 待会打团先把女警秒了就好了，我们只需要出魔抗，这样出单一的属性性价比很高，感觉我操作好一点，可以这会一个锤三个。来黄牌，我就没有，救一下，来炸我，我就 A 就 A 炸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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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飞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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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，飞我飞我飞我飞 我， 飞我，来，我就吃你的毒，来来来，哎，我就吃你的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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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征服者 A 的 A 的就回上来，他毒的还没我回得快啊！我这么点血，我没影魔刀，卡牌不要吃这个果子，吃这个果子卡牌不飞我了。但是好像我红把血回上来，算了，还是吃个果子吧，让这个卡牌来飞我，让这努努来抓我，我这波还是能杀两个，让这个努努推个雪球过来，来给他给我丢牌，不起，卡牌该不会要飞吧？他线都不吃啊！来来来，我要打十个。刚刚好，完美装备四只冷却，我感觉我这装备可以 1v5 了，一点都没吹牛，先把女警秒了就好了。对面只能打我半血，我半血以下就锁血了，直接征服者这位摸人在一起回血，我这200点魔抗我都不知道对面怎么打得动我，一点穿透都没有，直接减2/3的伤害，所以我们这个2000血等于6000血，面对对面这个 AP 组合的时候45路小于万了。不是很想交这个闪，那还是交一个吧。吸血，我还可以吸，来等他追过来 Q 回去，都死了。任性，吸血，任性。我这个装备锁血能力很强的，看着好像能杀我，其实杀不了。A 一刀回100多，你说怎么玩？再来个贪欲，小白可能要掩护一下他好。这努努过不过来抢红？来来来，先 A 他。先 A 再 EQ 再 A 提亚马特 A 他就死了。玩的努努一般还是得做龙渣的，推 AP 太弱了，给你们来个帅的。看好了，这招传男不传女啊，
快吧！你们别来，让我一 v 五，我想一 v 五试一下。我感觉我可以一 v 五，真的跟队友说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别来，让我一 v 五试试。我感觉我这个装备真可以一打五，先秒女警就好了，技能全在就行。终于有个头跟我没关系了，20分钟，快来抓我，快来抓我！减速，快减速，快减速！你看我技能没好，怎么不行？我大没好，等我有大，你们才能五个一起来来来来来来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先秒女警，锁一下，再锁一下。都死了都死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一 v 五一 v 五，是吧？这波队友不来我也能杀的，我这个征服者出发了，加汤玉加这个智慧默认，我一刀能吸个200-300， A 两刀血就回一半了，对面打不动我，这个吸血太夸张了。只要有大先把女警秒了，剩下四个人打我就跟刮痧一样，针灸按摩，这能杀呀，队友不来我一样杀的。再换一个吧，来个绿嘎吸都再猛一点，300点魔抗，对面怎么玩？再拉个蓝 buff， 40冷却铁秒女警，我感觉我站着让他们打，他们都打个半分钟他们都打不死我，又漏又输出，这个装备太万金油了，两个字无敌啊！锤起来！A 一头插起，哎，没他板甲跑得有点快啊，减速，踢一脚，一头再插起，再减速。征服者大影魔刀智慧默认穿越九和蛇四吸在绿甲加成五吸血，对，我先走一下，我这波来试一下，试试一挑五，先把这个女警给他秒了，我马上有大了，等他追追追追再追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挑插起来结束。你看我这个高韧性，你这个怎么能定得住我呢？一个大躲球，哎，没给他插起来，再一挑起来切牌二宽主 A 他，来再给我丢牌，丢的一瞬间再一 Q 他控制抵消，哎，我忘了这卡牌这个五级的 W 能控多久，我记得五级 W 是2秒，哇，我征服者吸了4000，兄弟们这个伤害就离谱，知道吧，这个吸血量太离谱了，主要这把这个出装太坚挺了，一直触发这个征服者对面打不死我，你再追你死了，再追，这征服者有点离谱，我这波有大了，我可以感觉越塔一 v 五试一下，感觉这个一 v 五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，无视他，你搁着刮痧呢，这兄弟，不追了，我还有大影魔刀呢，哎，触发了，那更好，让我的吸血再多一点，大影魔刀触发，我不需要盾，我要他的吸血，我不需要他的盾，我要他的吸血跟攻击力，减速一下，再踢一脚，我再 EQ 插起来，这炼金也死了，再来个红药，哎呀，五吸了，太离谱了！你给我吧，这 EZ 有特殊的上分技巧，你下去吧，我不走那边，我没有蓝，这波不好操作，打野刀卖了，好家伙，这不能把蓝偷了，过来，就插起来，
控不住我。这个女警没追，追的点好久没有杀四十个了，上一次杀四十个好像还是没改版的黑暗收割。他们这个阵容除了这个大树有个百分比，其他都没有。打这种纯 AP 就跟打菜刀队一样，菜刀队好歹爆发还高一点，这种纯 AP 发育不起来，爆发还没菜刀队高。我觉得我得换个破败，真的不行，这个绿嘎感觉没有用，来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对面还是挺肉的，尊重一下对手，出个破败好了，再来个补个红药，他们也打不死我，这绿甲出了没意义，补充一下伤害好了，破败也有吸血的，而且攻速更快一点，变相的话增加了一波我们的吸血量， A 的越快回的越快，还有百分比伤害，听着还有点押韵。这个鞋子不能卖，这个韧性很重要，鞋子一定要要。擦一下死了，防台一秒控制没有用，这 EQ 起来 W 减速切切踢一脚，这巨龙撞击杀分了，杀分了，对吧？大家没点关注记得可以点一下啊！觉得主播玩的不错，可以关注一下。这把打了十万伤害，看了吸了多少？看一下吸了多少？吸了两万。左边拉满，下一把。